2013年的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今天开始报名了。今年的这个招录人数啊，比去年增加了2000多个，这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了。所以很多人预测，今年的这个公务员报名人数肯定要比以前多很多。但是从今天第一天的报名情况来看，大不如前。看看。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半，共有500多名考生报考了国家公务员相关职位。报名人数最多的一个岗位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理论政策研究室科员一职，报名人数为331人，招录比例大约为60:1。不过这个数字和去年国考报名首日远远不能相比，去年第一天就有近4000人报名，招录比例为3992:1，数字差了那么多，难道今年的公务员岗位不吸引人？报考公务员的时候，那很多的人不愿意去一些基层的一些岗位，虽然职位比较多，但是很多职位比如说预留给一些有基层工作经验的，而且偏向于去基层比较艰苦的这么一些职位去做的。好，比如说一些在核电站工作的这样一些职位，那很多人可能担心对身体的影响会比较大，那可能这样的职位就无人问津。虽然今年招录人数增加，但职位多是苦差，要求高，工作地点偏远，工作环境差，让很多考生戏言今年的国考是要比比谁更苦。就连一向被考生视作肥差的海关、国税出入境等单位，今年也苦字当头。苦虽苦，但专家分析，还就是一些苦差报考的成功几率更大。多关注一些基层的偏远的这么一些职位，如果大家非常想从事公务员这么一种行业的话，那大家关注一下这样职位，因为这样职位招录还是非常多的。从今年的招考的政策来看，其实国家非常偏向于这么一些基层的职位。国考报名一直要持续到24号，因为今年苦差多了，所以目前看来考生不敢轻易下手，但等待也有一个限度，如果你一直拖到24号才报名，很可能因为审核不通过而失去再次报名的机会。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